大家好，我是高原。大家好，我是顾嘉宾。欢迎收看《原来美食家》。在这里呢，我们是遇见美食，分享美好。今天我们来的嘉宾啊，是我们这个非常非常著名的评弹艺术家、国家一级演员、上海评弹团的团长高博文先生。大家好，我是高博文，大家好。高博文，国家一级演员、弹词演员，现任上海评弹团团长，中国曲艺家协会理事，上海大学兼职教授。1991年毕业后，进入上海评弹团，师承饶一晨、陈锡安、赵开生等诸位先生，代表作品有《珍珠塔》《文征明》《四大美人》《林徽因》等等。有着“无韵一歌”雅号的高博文，2016年登上央视春晚舞台，吴侬软语尽显评弹之美。这也是上海评弹团演员首次参加央视春晚的演出。因为刚才是从事我们这个传统艺术的嘛，这个饼店子也是我们这个国粹，对，所以我们今天呢特地安排了一个餐厅啊，是这个来品尝我们精粹的。品粹哦，顾名思义就是品尝精粹啊。对对对，我们请国粹的艺术家来品尝精粹。今朝这个饭店呢是蛮特别的，它的所有的食材啊，侪是原生态的，搿对健康是很有好处。对个对个对个。搿是啥饮料？哎，搿只饮料这个，搿只是新鲜的食物汁。现在正好是季节，这个呢是在这个安徽的霍山，它这个生长的环境要有一点阴湿的，山里向的，但是对这个我们用嗓子的人来讲啊，老好老好。我看交关老先生对吧，伊拉侪一只壶啊，人家都拿辣海个。石壶嘛，就是风斗了，就风斗，但是是新鲜，就是对对对，的确是交关老先生这个石壶啊，风斗伊是必备的，泡茶啊，有这么倒点眼呢要煮一下，因为泡茶呢好像它还不能完全发挥它的作用。对对对。那么侬平常像那个饼店鱼啊，就是专门用嗓子的，侬用啥个方法来护嗓呢？其实那方法蛮简单的，就讲侬不要吃些刺激性的么子啊。但现在老难做到，现在老难做到，现在老喜欢吃辣，老好吃辣的，对吧？要就有点口感很比较重的。啊，当然这个石斛呢，的确是从老先生手下来就是比较护嗓的。而且我记得就讲，伊是上进离奇，但是高头啊，阿拉跟伊录过节目对吧？伊上次讲过，哪能提就讲让自噶有中气对吧？啊，多吃肉，要吃好么子，吃硬好。要吃好么子，对对对。阿拉老乡有辰光夜宿下来之后，一只地方，上海人吃红烧地方，一家头吃，吃脱之后又再有力气，再有力气。哎，但是呢，血脂太高，阿拉不大敢吃。他是真的是非常投入，以前唱戏都是靠体力的，体力活的，对吧？所以今天来请一个原生态的菜，我觉得又是硬菜，那不错。这个叫啥？川肉汤是吧？川肉汤。哎，这个川字其实蛮有意思的，川了，的汤形状差不多。哎，但是一吃好像就是觉着有点小辰光味道。小辰光阿拉吃小馄饨啊、阳春面啊，有一撮猪油，我就觉得，所以闹上来辰光，个盖头一开了，我就觉得特别一股这个猪油香扑鼻而来。侬吃这个肉，侬有没有觉着这个肉熬了嘴巴里是有弹性的？哎，你这个手法对吧？就老特别的。伊是侬像广东人搿种手打牛肉丸，手打的对吧？拿棒头烤出来的，伊是拿刀背烤出来，而且呢，伊选用的呢是山里向的黑毛猪，再加上红薯粉。侬看啊，它都不规则的嘛，所以侬吃到嘴里向呢，搿种口感呢老丰富，各种各样的感觉。红薯粉就是有类似，有的时候是木薯粉，不是木薯粉就是做那个珍珠奶茶那个珍珠的嘛，对吧？所以它是有 Q 弹的，对的嘛。然后再加上它是这个手打的，它是跟那个做牛肉丸是一种类型。对，就是最通的方法也是用那子烤出来，但是因为那刀背烤呢，你烤地方有的地方烤了厚眼，有的烤了薄眼，有的就是烤透脱了，有的你离了海。所以一个口感层次特别丰富。对个，这汤对不啦？我跟侬讲。真的就让侬吃出的满满的童年的回忆，我吃出这个上海小馄饨的这个味道了。哎，那么侬小辰光，蹲了啥地方搿个活动的呢？吃眼啥呢？经常？阿拉小辰光的地域性还蛮强的，我是来个虹口的，四川北路，
四川北路搿辰光是上海好像三大马路之一，南京路、淮海路、四川路、嗯、走走看看南京路，买卖听到四川北路。哎，搿辰光虽然搿个生活条件没得介好，但是我觉着是蛮丰富的，因为上海一些小吃啊，各个帮的菜肴，辣四川路高头侪有。我记得新亚饭店么是广东菜，这个太湖饭店么是苏锡帮，这个西湖饭店么是杭帮菜，所以搿辰光侪总归侪去吃过，点心店是更加多了。这个种啥锅贴啊，上鸡馒头啊。葛末侬小辰光呢？我辣青浦，辣青浦。葛末青浦应该啥物事吃吃呢？就我小的时候，朱家角比现在的我们青浦城区还热闹。嗯。有交关人家买物事，就讲侪会得特地到朱家角去买。哎，搿种小吃搿种，就是讲东升烧麦，烧麦勿是老是有个，就是有升上阵，我有。平常辰光就小笼包。小笼包。还有就是。帮咱讲得来是好像老想吃搿眼物事了。是呀。啊，了不了不。了不了不。这个食欲了出来了，哎，现在想吃物事了，阿拉可以上硬菜，上硬菜。硬菜上来了，硬菜来了，来来来来来，阿拉搿能介先吃，那先吃吃搿只煎个肉头。你看啊，一个菌壁下气候，我已经一大口了，对吧？这个胶质口感非常非常好，嘴巴要感觉上头我都搭牢了。嗯，搿个一只加量，搿肉这个肉质很紧密，证明搿只煎个里个。这是闸北山区叫白莲崖水库啊，哦，这是生态甲鱼。生态奖，你搿奖对伐？侪是三年以上，三斤。搿是吃好指定，我车子勿开了，直接走转去了，搿步了力道结棍了。葛末伊拉搿就是讲老讲究个啦，蒸辣搿水库里向呢，伊拉是假使捉奖捉上来呢，就像国外一样个，伊拉有的标准。哦。勿到搿个三斤。嗯。放回去。哦，搿能个。让伊蹲辣里向再生活一段辰光。所以伊个品质是保证个保证。这很难做到，但是至少他们是这样做的。要了，因为老先生这个。特别就是昌西个十四老乡是比较注意，就是一年每个号头，过每个季节侪有要吃个物事。像搿个酱叫菜花酱，油菜花开了，油菜花开了，菜花酱是顶好个，顶肥。再热点呢，焖子酱呢就勿大灵光了，营养勿好了，因为侪被焖子顶过。菜花酱没顶好了，老乡一只酱自家清蒸好，把两片火腿片啊清蒸吃好，搿是。十七四来尽到足了。咁么我问问看呐，现在呢，人家交关地方侪讲是野生酱。嗯。咁么凭哪个经验，哪能分别野生酱得之搿个就是养殖的呢？看底板好像有眼黄哈哈的，相对来讲可能比较野眼。但是现在人家做假很容易，对吧？哎呦，最主要是看它的活性。野生哦，力道老大啊，哎，头筋粗。头筋要粗，头筋要粗。还有呢，就看脚趾壳。哦，脚趾壳。它的爪子往还有呢锋利。哦。就是野生的。你假使讲养殖的。就刚才讲的，不活络的，不凶啊！吃甲鱼从来没看到噶仔细过。哦，搿只哦，真的老鲜的。像这个甲鱼，因为我看菜单上写的是红烧甲鱼，对吧？嗯、但是按照我们的理解、嗯，颜色加到这样的，它不算红烧甲鱼，这个应该就叫黄焖。对个，不是从牛油出酱的红烧，嗯。这就是伊拉搿个徽派菜啊，到了搿上海红烧有眼不一样。哦。上海红烧真的是要烧的老红了。红酱油呢？哎嗯我更加欢喜这种吃，对，就讲酱油把它烧。再就是浙南地区，像温州啊这一块，他们做法呢叫加烧，嗯，鲳鱼啊那种这种带鱼啊，对吧？汤是比较多，有一眼眼酱油，颜色呢比个稍微淡一眼眼。浙西地区跟安徽这边交界的这种地方啊，基本上就是这种做法。对的，其实这种做法是挺入味的。其实我觉得像吃这种徽菜，在上海吃还算是比较好的。你真正你去到合肥这种地方，你是吃不下去的。因为太咸了、哎、他们那边的口味不一样，因为到了上海来呢，也要适应上海的大家的口味。任何艺术跟菜肴一样，到了上海它就要接受我们海派文化的就这样一种规范。像这种东西我们全国人民都吃的呀，有的东西比如说你就得按照他们的味道做，比如像臭鳜鱼，哦，各种嘛就应该按照伊拉当地搿种味道，就像侬讲到当地会得更加好吃。讲到臭鳜，马上就上臭鳜哦，啊，伊拉搿搭也做臭鳜，当然
丑棍上来了，来了。徽菜好像我总记得印象最深的就是丑棍。对啊，没丑棍，搿只饭店是绝对勿好叫徽菜馆啊。哎，一到安徽记得了，丑棍与丑棍现在是招牌。这真可惜失意了，牛头这个。这个丑棍做的好，就感觉挖下去就像蒜瓣肉一样的，根本就说明是就讲。他做到位了，就说明本身一个鱼质量就好，好情况都再去个腌制。要不然鱼吃了就是无糟糟了，要不然就好这口。对的，你吃就要吃它的这个臭的味道。其实侬刚是刚臭哦，实际上它老特别个香味道。中浪向吃这个菜呢，我觉得还是蛮开胃。搿臭的物事啦，实际上侬叫我得香的。侬有得交关人对伐？为啥伊介欢喜想去吃搿臭的物事？实际上里向有得香味道，有得搿种。侬叫臭香嘛？侬想想看，阿拉随便在好讲讲个，侬开始讲嘛，吃臭个物事。江南人吃臭个物事，侪有一种爱好呀。是呀。我是有瘾的，臭豆腐干是一定要吃的。臭豆腐对。对吧？我还嫌比阿拉上海臭豆腐干不够臭。我经常到饭店里向去点出来只臭豆腐，就讲哪个臭豆腐不臭？哎，不臭。哎。不要到杭帮菜馆啊，浙江菜馆啊，杭州菜馆那个臭豆腐出来正宗的。哎。我还欢喜吃臭豆腐。那么那难得臭冬瓜，哎，臭冬瓜我不来塞，我一点也不来塞，要浇点麻油了。对，还有呢，就是讲阿拉呢，就是讲一袋子菜里向呢，夹了还吃吃，对，夹了还吃吃，那我都觉得老爽了。是。像这种臭龟呢，并不是算很臭的，我觉得就是能接受臭豆腐的人，肯定都能接受这个臭龟鱼。比甚至比臭豆腐还要容易接受。对啊。我上次还是看了趟。像是一只专门介绍臭龟鱼节目，然后我就想想第二天一定要去吃趟臭龟鱼。今朝吃的搿条鱼真好。其实阿拉经常吃个臭龟鱼，我觉着好吃，但实际上味道勿足的。假使现在阿拉有机会对伐，就到伊拉搿种水库边浪向吃臭龟鱼，叫当地人烧。对，伊拉烧法勿一样。对。拿搿种沙板跟侬烧，随后搿料对伐，摆了老重。老重。侬车子开过去离开老远对伐？就闻这个味道飘过来了，哎，就胃口再来了。好像是，不是。下趟阿拉再来吃呢，我可以跟了厨师打个招呼，跟伊讲，侬帮阿拉烧了重眼，让阿拉等了最骨头头再往该吃。对，搿勿是烧了重眼，搿是腌了重眼。这道菜呢，其实也是他们的特色菜。就哪不要觉着搿个徽菜侪是味道老重的，所以我搿道菜看不大懂。伊拉还得清香的菜的。哎，搿只就是叫食物清火。好，我刚好想讲是牛油果嘛。哎，对，有点像啊，跟颜色一样啊，就食物颜色。要是新鲜的食物，伊拉搿是搿种比较长的一种食物。新鲜的食物呢，吃嘴巴里老腻的，就讲会得搭嘴巴啊。搿只花老灵的。有点像那种美乃滋的那种感觉，味道在高头，口感很特别的。尤其从前头吃了两只搿只比较松的味道，对的，马上就尝到搿菜，搭配了老好。黄焖酱鱼搭这个臭龟鱼吃过之后，再吃搿只，有点点甜味，有点呢，有点奶油味道好像。奶油味啊，你像搿种虾球这么做法呢，很多都是有点奶油味的，它也就是一种搭配吧。那么，就按照正常外头再加了那个啥物，比较养生的样子。就感觉上也是的，因为侬，因为侬有，侬像了有喝个食物质，有这个肉，所以个菜就比较特色。对呀，是吧？所以这个菜老早吧，还要有创新，还要有改变。就像拿搿个唱平台一样呀，搿传统的国粹，像那个人家搿年轻一代搿人家讲，还要让伊创新呀，对吧？的确是侬呀，阿拉小辰光基本上听听无线电了噻。搿辰光电视机还不是老，侬就是搿辰光才开始欢喜唱平台嘛？哎，搿辰光就讲电视里听的侪是滑稽啊、平台啊，包括马季、岳家，所以就是欢喜上了。欢喜上了嘛，当然搿辰光侪是听的原汁原味的，基础打好了。所以像搿几年，我觉着时代辣辣发展，传统艺人包括辣菜肴一样，你不能一成不变，观众也越来越细分了嘛。那根据伊拉口味啊，根据伊拉欣赏习惯啊、欣赏的角度啊，你要阿拉讲起来，见人头发火色，侬要有吸引人物事。所以我觉得平台来说，坚守传统，但是不断的要创新。特别大英外围当中，平台了，这个蛮耐用的，老耐用啊。五分钟啊，是有这次甚至三分钟，那你就要有出彩。电脑跳转又老高，对啊，你刚上来就三分钟出噱头的。对啊，你要张显你平台艺术的特点。
所以个阿拉鸡汤呢，这个试验还是蛮成功的。我一直在那想哦，就现在不是都在云上的这种就是演出嘛？搿个了呢，播放权你他们评书啊什么，其实都有了。阿拉还辣四年当中平台了，都看戏了呀，也好吃么子个。好吃吃茶的，当中啊你好吃吃点心的，就是他一个江南人这种惬意的生活。一种人阿拉所谓讲叫线下的，侬就到市场去听；，唯一种人就等屋里向，比如侬就预告做好，我啥辰光夜里向几点钟开始，我要等了高头空中实施，对吧？拿自家来个渔夫，对吧？手机支付、便当来写。那么当中，比如侬石头头讲，我现在休息十分钟，那可以去吃眼点心，吃眼茶，随后再来。阿拉叫小落回，小落回。哎，休息，你按个扣子，就是把它关子，那么一起稍微，放松一下，等你再来听。对。而且呢，在大落回的时候，一个关子那谢云老猛抓。我觉得有搿个市场的。阿拉广东歌唱这个非常好的搿个演出的形式。还要创新，对吧？还要创新。侬搿吃到现在哦，有没有一种感觉，就是讲来那么一句两句，来就可以。搿么我希望阿拉主持人阿拉美食家，也能够跟我一道来一句。唱歌对我来讲是个问题。唱，侬听听看有得多少难，搿能介，伊唱好了好乐曲嘛。阿拉有一只最有名的段子，《红楼梦》当中呢，宝玉夜探，一句劝令妹妹，妹妹啊，我劝你，一日三餐多饮食。要多吃点么子？要多吃点么子？哎，上阿拉只节目对吧？搿今朝个啥也蛮重要个，对吧？我去唱表。妹妹啊，我劝你一日三餐都饮食。哎呦，好难哦！阿拉分开来，菜要拆开来，是吧？妹妹啊，妹妹啊，我劝你。一日三餐，好，都饮食。那高宇老师这个是不是有老标准？怎么？我看你的这个嘴唇的变化，就是阿拉这个标准了。我就要寻这位置。都饮食，食就是吃嘛。对对对。啊、都饮食，哎，零个，我要跟侬好。你这个平台一唱，尤其刚刚讲的当中要小落尾，对吧？我就想到搿辰光哪能应该啊？要有茶，要有点心，对呀、啊，对吧？平台标配来了，搿只点心，搿只点心倒没看到过，重点介绍哦，葛粉糕，哦，葛粉，有一种个药材叫葛根，葛根，对吧？大北山地区就讲个葛根是很出名的，伊搿葛根就是根啊，往地下头扎下去老深老深，所以叫葛根嘛，伊其实跟那个地瓜什么是一样的，但是一个根长得深，葛末葛根的药性个功能就是。安神、清心、明目，哎，那以前侬看到外头买葛根丸啊，醒酒的，醒酒的，哎，既是药材，还是食材，对个，所以搿个，我想起搿个白居易有首诗个，叫《招韬光禅师》，就是伊招待迭个韬光禅师了，好像就用到搿个葛根，绿泉成葛粉，就是那洗丝鼓励好那个葛根打清爽，洗手摘藤花烧一道菜备吃，所以就是那葛根卤菜，当然不一样啊，好像有里向，伊是先蒸过油，切成小块，再有里向滚来吃。那葛根呢，就跟藕粉是一样的，对吧？它蒸熟了之后就变透明了，真的很好玩的。而伊搿个葛根啊，伊拉葛根是大北山区啊，但人工去手挖出来，也是极其珍贵的食材。因为搿物事真正的野生的挖出来的啦，伊药性还是比较强的。有的像肥肥的嘛，哎，外头口感再点糖的嘛，特别好，香，哎，香，更加香。那么吃到里向呢，蛮糯嘟嘟的。所以呢，就是这也就是一种传统东西的一个创新嘛。要让大家接受吃一些传统的健康的食材的话，侬家叫一吃葛根粉，
哎呀，也小清新，啥人要吃嘞？做成搿种糕点，大家就吃了呀。我跟侬讲，这道点心啊，就有眼像搿高头长的，搿男的昌平的呀，搿外表侬看得伐？对，像西南人味道，正经味是吧？哎，阳刚气，但是伊一唱起来里向怒嘟嘟怒嘟嘟，要比较儒雅，外面很刚很方，里面很糯。哎，我跟侬讲，伊哎高头长是帮了上海人扎领嘛，一六年辰光就上春晚了。啊，对，阿拉上海人上春晚老少，平台上春晚那完整上还是不多。哎，对啊对啊，因为春晚因为它是全国性的嘛，你这种地方语言肯定是北方语系的才能上。对，选择这个语系，南方语系就吃亏点，南方的节目相对比北方的难度高点。要吃亏，因为大部分在讲各种北方语言的嘛，北方语系的，侬要让搿个东北人在听平台，对吧？但是伊拉一听就会得觉得，哎呦。最后在了侬的平台的里向，侬选一句经典经典一点，好吧？哎，唱得好，我们有礼物送。对。阿拉平台当中有一只开篇呢，专门是适合了夏天唱。夏天一听搿只开篇呢，哎，就觉得风凉了，心就晴了。乡里碧水东风凉，水东风凉，夏日上。